你醒了。我睡多久了？快一天了吧。你这个人又这样，擅自做主把我带到了这儿。现在正是南烟好风景，我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。那你散心，你需要？你永远都这样自说自话。反正你都已经跟本王出来了，回是回不去了。我已经跟客栈老板说了，我们是两对夫妻，正好呢，客栈也只有两间房，就只能委屈夫人你和我同住一间了。谁要跟你住？哦，那你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那不行，我睡地上，你睡床。好，别拍！我是说，你睡地上，我睡床，一言为定。我听说，这儿最好的绸缎铺。没兴趣。张继说，街上有特别好吃的烧饼。我不饿。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了。有些人怕是无福享受了。老板，来两烧饼。哎呀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刚给你包好了，哎，拿好了啊，可好吃了。给。哎呀，姑娘你怎么穷了呀？发财嘞！夫人也是慕名而来吗？夫人，还在生我的气啊？谁是你夫人？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别挡道。哎，旭旭。怎么办？王爷王妃他们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喜鹊，哎，来了，没事啊。慢着，怎么了老爷，不满意小女子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本官尚有事在身，这样不好吧？又或者你就是圣经派来的特使？谁呀？小的来送信。谁送的？小的不清楚，但被告知务必亲手交给老爷。圣经竟像如此不堪之人委以重任，那可怪不得我了。可似乎他十分警觉，并未对我做什么。
还问我是不是圣经特使。圣经特使，看来此事并不那么简单呢。那我们接下来原计划走水路运粮送兵。是。沙儿，圣上哥哥虽答应我尽快找回钟哥哥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确实，王爷虽是犯下大错，但毕竟是圣上的胞弟，又怎会真的下狠心呢？要不咱们直接将此事告诉北域王。不行，我父王知道了一定会震怒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跟我父王说，不然就麻烦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让我想想吧。见过靖远王。刚才的鸽子可不像圣经品种。来圣经许久，家中想念，特写书信聊表思乡之情。是吗？王爷，我还要服侍公主，先告退了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北域王心头至宝，你能服侍公主并担任陪嫁之任，看来这北域王对你青睐有加呀。王爷这是何意啊？本王有一事想请姑娘相助。答应我的事半个月了，该兑现了。我总不能一直躲在这黑黢黢的密室里吧？你是怕他们抓不到，朝廷在逃重犯吗？如今宫里人心惶惶，因为疫病，街上增派了不少人呢。难道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？我哪有这通天的本事？是他钟家气数已尽，天助我也。如今除了你的舅母和十万其余人，我还需要联合一个重要力量，需要由你出面。何人？北域的君王。钟氏离的死期就要到了，可倘若这是你设下的鸿门宴呢？那我又何必救你出来啊？那可是死牢啊，林飞宇。若我有不测，你也得陪葬。宰相大人，我们都是想要钟氏离脑袋的人。你的旧部誓死效忠，还在等着你东山再起。顺利凯旋呢，宰相大人。